明天的新闻的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二，嘛是旧历四月十六。根据这同事的记载哦，明仔在位伫正西方，好时是在去的九点到十一点。另外，还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乡亲哦，过来，咱要来看的是这复兴乡六月初三是来举办这西瓜节的活动。现场除了招待民众吃西瓜以外，过来举办这跟西瓜接力赛，三十外台斤的这大西瓜哦，那这查某囡仔是搬甲真吃力，甚至就连这周年会礼上嘛，更到这伯伯的哦，现场是真笑开个趣味。4 3 2 1，开始！参赛者摕着三十外台斤的大西瓜向前冲，不过哎呦喂啊！这位穿着短裤的女生一个无小心，是来跌倒，规粒大西瓜就安尼摔伫涂骹。来，再讲下去哦，给他两分钟再加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笑开游戏，阁有这位小姑娘，把西瓜当作保龄球，大大力甲喊出去，抱着二十外公斤的大西瓜，身接力赛，除了比卡力，阁爱比耐力。热天狗啊，吃西瓜会当消暑，不过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无稳定，加上产量过剩，西瓜计价为每斤十块，来到剩五块。为着要来帮助农民促销卖西瓜，福兴乡公所是特别来举办这西瓜节，举办一连串的西瓜创意游戏，希望会当借出来优待买去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。看完这个趣味的活动了后，继续要带乡亲来去秀水乡的回秀路，这哦是有一间在专门一个贩卖土往来所的商家，因是趁着这热天推出这个只有热天才有的往来鸡鸭饼，伊包括山顶种的这土往来哦，拍做汁了后，是来做出这100%原汁原味的往来饼，这哦会使恭喜今年热天消毒暑期的最佳试售啊！赞。金黄色的鸡鸭饼，让人忍不住一嘴接一嘴。简单的鸡鸭饼，其实藏着大玄机。因为特别选用八卦山顶的土王来，不怪会当做出特殊的口感。酸果甜啊，酸果甜，搁袂歹食呢。啊，你啊，少啊，甜甜酸酸啦。嗯，讲伊的凤梨味有淡无？有啦，有。嘿，这真正迄落啦。真正啥啦？真正王来落做落。工人是真无闲，伫咧下往来，这一大桶黄淋淋的往来，酸酸甜甜的滋味，予人胃口全开。切好幼幼了后，放落机器加做往来汁，然后就将这鼎100%的土往来原汁，放落加速炉顶悬滚一下，放予冷，就会当整理去这冰袋啊内面，叫做鸡鸭冰。我们的土凤梨冰的话，它采用是用土凤梨，就是开运二号、三号的凤梨。那其实它不是每个季节凤梨都可以做，它必须要大概像现在大概五月到九月的部分，它是比较盛产期的，就变成说它的甜度啊、酸度来讲都是最好吃的。所以呢，不需要加糖，也不需要加水，就可以做成这个很好吃的凤梨冰。头家燃油进贡，咱中华八卦山顶的土王来品质真好，因为伊家己真爱食，所以是无计成本，嘛要予人客食到上好的土王来冰。凤梨冰的部分，以前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私房菜，我们没有拿出来。那只是说，现在就变成说，老板想说，其实夏天也到了，那其实冰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外面的冰品很多，就加很多的糖啊，很多的一些香料等等。那其实我们这就是纯天然，就用凤梨原汁，不加糖、不加水下去做的。其实对客人来讲，负担是比较小的。
所以我们就这今年才开始慢慢把它推广出来。这次就当吃到生甜的怀古红米，来到这除了会当吃到土王来酥、王来牛轧糖以外，热天寒凉就坐土王来冰，嘛好爱吃土王来的民众品尝到土王来生甜滋味。Number one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，继续来关心大中华地区，国内发生什么大小项的代志？来看大中华报，你知。中华家福中心昨昏招待八十多名的亲子前往大溪健行，还有泡温泉，让单亲妈妈可以泡温泉，而且儿童也可以在热人的时候进行安全的深水活动。中华家福园林的委员会为着这个活动，七月两个多月的时间，除了要让受辅导的家庭可以有纾解压力的感受以外，也可以让亲子在活动当中有互动的机会。中华关心心障碍桌球比赛昨在中石高岗举行，江光辉、江光成两兄弟有智能障碍，原本对姚明爸爸轮到街头，被关户社会处安置了后，原本封闭不爱讲话两个人，因为开始拍桌球，渐渐学会跟人互动，甚至开始做代工赚钱，学会自力更生。中华关医院张雪茹日前协助柬埔寨人林正雄带十五件骨灰登柬埔寨。张雪茹看到柬埔寨乡村真贫困，真侪囡仔连鞋啊拢无通穿，甚至被送入孤儿院。张雪茹回来台湾了后，发起为柬埔寨募款去孤儿院，再度来台林正雄阿公某张马加入志工的行列。所在乡老人会为着要让社区的老大人有这学习的目标，是特别来举办这编辑课程，让这些世代世儿较真欢喜。